小橘子，你今天怎妈么妈，这么美啊？那可不，我今天是哈尼族小姑娘。哈尼族啊？你出去旅游的这几天，我心里空空的。切，空空头老开心了。我一点都不开心，我。心里特别想你，真的。我一点都不想你。我知道啊，发你信息轮回的，你肯定不会想我呀。干嘛要想你？我知道那天惹你生气了，都给你唱反调，是我的不对。你没有错。我在这里跟你说一声对不起，以后不会再了。你怎么会错呢？你不会错。那天确实是我不对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。我可没有，我没有不舒服，我老开心了。你不要假装好吧？我知道你心里我不没舒服。有假装。那你在外面玩的怎么样？这几天啊？很开心，看不见你我就特别开心。我心里比较难受。我一天不见你，心里就特别空空。我才不相信呢。来笑一个，我就特别喜欢看你治愈的笑容。不要。你还有个眼睛呢，我看不到你还有眼睛。再好看一点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才不可爱呢！那你不要不开心了，好不好？那天我现在再给你道歉，我回来再补偿你吧，好吧？那天确实是我做的不对，你不要不开心了啊！你在外面好好玩，然后怎么啦？没有你说的。这是睡着了吗？